宏基也不分。那宏基呢？因为今嘛主线进度还有再继续，所以我们继续去。主线就还可以继续了，好啊，我们就继续啊。官方他最近有听说有新增一些职业，但是我等级不够。但是它里面有一些活动，我觉得还蛮有趣的。所以今天这一集的重点，哎，这样好难讲哦。啊，魔力翻转。那什么叫魔力翻转呢？就这个活动，那这它里面主要有这个油画的这个魔力喵喵的一个大奖。哦，然后你可以去挑战它。那你就好啊，就在这边玩我的魔力翻转。好啦，其实就它里面的小游戏啦，齁。我想不到这个手游会出这种类型的小玩法，大概去转。所以今天的重点就是魔力翻转啦。那其实它里面就是有释放出一个大奖啦。联动头像哦，啊，所以又跟幻想神域合作啦。有说他们要合作几次？四级这个，哎，对对对，最重要的聊天怎么都忘了讲了。好了，继续，我们讲完了。